现在走上红地毯的是来自泰国的朋友，让我们把镜头切向他们，欢迎各位来到上海。是，我想可能正是因为上海国际电影节，才让更多的国际影人相聚在了一起，也让我们的影迷有更多的机会看到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优秀影片。欢迎 F， 欢迎宋，欢迎两位。 Walking on the red carpet, two beautiful actors from Thailand, welcome Song and F.我们都知道 F 是泰国当红的女星，曾经出演了电影《轻轨恋曲》。那 Song 曾经因为出演电影《爱在日落之前》而备受中国观众的熟悉和喜爱。我们看到成龙大哥哈，真的是非常体恤他的朋友、他的团队，包括另外一个剧组的成员，他让我们所有的李小姐跟每个嘉宾一支笔签上各位的大名。